唯一的秘密，天際最強人嘛，正氣朋友。喂，差什麼超人啊？這是英雄啊？不是一樣的咩？都是保衛地球嗎？胡說啦！其实 Avengers Infinity War 呢就会在这个月尾在大马上映，这次主要就是讲这个终极大反派 Thanos 的出现，将为了配合这个电影的上映呢，很多粉丝都抢着要买 Marvel 的周边产品，像 Acer 就和 Marvel 合作推出了这个 Avengers 特别版本的 Laptop。 那今天发布的 Avengers 特别版本包括有 Iron Man 的 Swift 3， Captain America 的 Aspire 6，还有 Thanos 的 Nitro 5。 三个 Avengers 特别版本里面最强的当然就是 Iron Man 的这个 Swift 3啦，它拥有14寸的屏幕， 1.6KG 的机身，重点是它采用了这个红色金色的设计元素。最特别最特别的就是你看到这个吗？这个就是 Iron Man 的心脏，只要你一开机它就会有灯。然后旁边这边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到，它是参考了这个 Iron Man 它的那个机器人的界面的那个数码图案，所以整个看起来就是非常有科技感，超级无敌帅。 Avengers 的世界里面 Captain America 就是正义的化身，它最标志性的东西呢就是那个可以当做武器又可以当做防具的那个盾牌，就像是我手上拿着这个 S86 一样，无论是工作或者娱乐都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这个 Captain America 版本的 S86 呢是用了这个它的盾牌设计，也就是中间有一个星星，然后旁边有一点点圆形的虚线，看到没有，蓝色的。打开了之后呢，你就可以看到里面这边呢是有那个 Avengers 的那个 AA 字 logo， 然后 Touch Pad 这边就可以看到有半颗星星。为什么半颗呢？没手机该是九天呗。第三台呢就是终极大 boss Thanos 版本的这个 Nitro 5，你可以看到整个用了这个阴阴森森的黑色，然后旁边这边可以看到有 Thanos 的样子，然后至于这堆东西，难道就是 Thanos 把某个英雄的血喷在上面？你记得去看自己不是懂哦。打开了之后呢，你就可以看到他这边用上了这个黑色红色的这个组合，也就是代表着残忍、神秘还有可怕。有什么这样可怕呢？因为这个价钱你就已经有 i5 处理器、1050的 graphic 卡，还有128GB 的 SSD， 除了赢，打击也很行啊。那我们现在三个电脑已经看过了，最后给大家看一下它的 spec。特别版本除了外形特别之外呢，其实它有个特别地方，就是它的开机画面还有它的 wallpaper 都是配了三台不同的 Avengers 设计。最后跟大家讲一下售价， Iron Man 版本的 Swift 3呢售价就是4399，而 Captain America 的 S86 呢就是3299，而 Thanos 这个 Nitro 5呢就是4299。只要在6月30号之前在所有 Acer 指定经销商购买的话呢，它就会免费送你一个 16GB 的这个 pen drive，还有一个价值399块的 Acer 高级背包。最后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做，当然就是带走我最喜欢的 Iron Man 呢，拜。